一场演出啊，没有最重要的，绝对不是我们的演员，最重要、最成功的就是我们的观众啊！哦，厉害了，你们是来自。好，加油！先介绍咱们今天来宾好不好？今天我们的来宾也是年轻人喜欢的，马吉迪队，迪迦迪迦，马吉迪队，耶耶，欢迎马吉，耶，哇厉害！恭喜恭喜啊！现在唱片销售非常的好，不过我凭良心讲，他们的专辑真的很好听，真的还蛮好听，我自己去买了一张，而且他们舞蹈是很好看，要不要现场来一下？要不要头转？来来来来来，头转，阿斌阿斌，又又又马吉迪队。好迅速哦！好，接着下来是我们超级美女，哦哟，这位气质非凡呐、啊，演技非常的好，徐伟伦，欢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谢谢。我跟你讲啊，好希望听到他唱那个听海洋们听海哭的一遍。为什么？这样好了，你先唱完，他再告诉我们为什么。哇，来一遍，听海哭的声音。等一下，我很紧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叫他唱呢？嗯，因为我们要证明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啊。哎，过分了，对，就是嘛。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嘛。不是给那个最爱。但其实他歌唱很棒的啦。哦，真的。有机会一定要再出唱片，好不好？一定要。好了，接着下来这一位，哦呦，布布，不得了了，一起来欢迎夏雨乔小姐。你中间跳过这么大一只的，你以为大家都瞎了吗？哎，不是啊，我们有庞然大物在他前头。没有，我们人类才介绍啊，干嘛？好了，欢迎 NONO， 欢迎。哎，大家好，耶，马吉迪队，耶耶，迪迦迪迦，耶耶，麦克风是我的手，无人会当甲你叫，我是马吉老罗，我有一个大块，我特别纯粹，即马开始跳加跳呀，我阿老跳，马面头呀跳，好伊用不跳，跳到要去跳，我跳到要跳。你把气氛搞僵了。阿林哥也跳没好。也跳。冲冲冲，别年轻。冲冲冲，每次你都这样呼唤我。好好，欢迎胡晴雯小姐。大家好。是美女。哎呀呀，好漂亮啊！现在，哎，最近在做什么？最近准备要出书啊，还有忙广播的东西的。好，加油啦！希望这个爱情事业两顺遂，女孩子呢赚到全世界，没有的感情，没有的家庭，也是什么都没有。嗯，对不对？《本草纲目》里面有记载。这个本草纲目，羊奶性感。羊奶有发力。哎，好好好好，好加油！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讲这段的时候，马吉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？他们有一群人集体翻白眼。对呀、啊。有吗？马吉迪，好，现在准备来开始我们的节目，好不好？那么咱们一见面就是这一段大家最喜欢的，真的假不了。有。真的假不了。奇人异事大搜秘，猜猜看谁说的是假的？好的，今天也是二真一假，猜一猜，真的有一个假的了，大家一起来猜猜看，同学也可以猜哦，好不好？第一位李竹琴小姐，欢迎李竹琴，桃园人，44岁。哎呦，嘿嘿。好像那种家长会的
那种，对，看起来好有福分那种出来啊，大家好，对对对，来先跟他的 say hello 一下。哎，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请不要转台哦。你们见你个大头鬼，还帮我们招呼观众，对你的人生怎么那么没信心？对啊，我告诉你，他有一样我们大家平常想要但是却做不到的，他是幸运的抽奖王。哇，也太好了吧！告诉大家，今年44岁了，听说每个月要花3000到4000元买什么东西？买明信片跟邮票。要做什么？寄出去参加抽奖啊，要不然就是那个海报上面的截角可以兑换东西、啊、买这么多明信片跟信封，我还以为你先生还在金门当兵呢。姐弟恋、啊、然后你就寄去抽奖这样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可是你知道我们常看到那些就是报章杂志在那种赠奖的，你都觉得那可能不一定会抽到自己，结果你真的有抽到过吗？对呀、啊，连以前最难抽的那个统一发票，嗯，统一发票它有那个背面有资料，你寄去可以抽一些什么锅子啊什么，我就抽到不错的不锈钢锅。真的假的啦？什么都不放过。那你有一个正职吗？就你本身是什么职业？哦，台佣。台佣，对，台佣，台佣是在家里当佣人啊，家管啊，所以他闲着没事嘛，反正这个外面老公在赚钱，你在家里面，运气也太好了吧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中过最大的奖是什么？什么可能是肥皂一盒啦，或者什么这药膏了。毛巾一打。中过最大的是什么？一台汽车。什么？一台汽车。也太好了吧！一台汽车，你有收到吗？有啊，有收到。他是用烧的还是？好不吉利哦！我那边烧开水，请泡茶，请你喝。厂商那边他会对，欧北来人家请进。什么颜色？什么颜色？红色。红色。里面什么颜色？里面。你要不要问他内裤穿什么颜色？你好像在问内裤的感觉。人家中了个车子，你们好像很不爽这样。中奖的秘诀，这个可以参考一下。我可以教大家一个那个扣印的扣印，扣印怎么样？这样扣印的话哈，每次你拼命打拼命打都打不进去，对不对？打不进去。有的时候是根本都没有开机啦。当主持人说请现在开始扣印，那你在这个之前，他告诉你公布的号码，比如说是9码，那你可以先打8码或是7码，剩下2码不要打。等到他说开始，你才按下那2码啊，那这样几率比较高。好厉害哦！哇，天哪，哎、欸，处处有学问。还有这个在算。听说啊，截止日期前才是精华期啊。对对对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像我在卖场，我认识很多卖场的，他们叫做驻场小姐。哎、欸。好、哦，那他们就是我跟他们很熟，常常去买东西啊，关系弄得很好啊。哎呦。他们每次有那种填写问卷的那个单子啊，一拿就是一厚厚的一大叠。厚厚一叠。哎、回来亲友团就开始帮忙写。填一填。那我等到最后一天我才去投，哦，最后一天才投，对，因为放在箱子比较上面，对对对，甚至是快下班的时候来阴的，不要这样说嘛。哇，你老公一定很爱你，你的绰号叫招财猫，对不对？来，你手做这样我看看，哎，还蛮像的，蛮像的，好可爱啊。一号李竹琴是一位超级幸运的抽奖王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你相信吗？这是我们一号，掌声再鼓励一下。马上欢迎第二一位来到我们现场了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张子云小姐。欢迎张子云小美人，17岁，高雄人。哇，好靓丽。哎，好。那么，哎，刚有讲错的地方，请说啊。妹妹。哦，是妹妹反串就对了啊。宪哥，你不要惹他。是是是是是。那么这一位算是他的专长讲出来，并变给。变有几年号 ？Much， 你看他的外形，走个台步给你看，你们觉得他是什么行业 ？Come some up the music go。Yo yo yo， 好酷哦。好，他做什么的？小胖子，你觉得在做什么？对啊，伟伦，伟伦，
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他走出来，我会觉得是会让我想到那个在西门町不是有那种鬼屋吗？然后在里面吓人。哎，我有看过那个把衣服脱掉的时候，很多人头发就染这样子。不用化妆也能去演鬼？没有，是化成被少女扮男装就算了，现在还说他像鬼。对了，没有啊，我来安慰一下，没事没事，鬼也可以演反串啊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没错。哎，还是不要得罪他，因为他太危险。No， 你觉得他是？我觉得跟运动有点关系。没错。对对，所以他是红顶艺人。喂，这跟反串有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真的要把你道具拿出来，一见面格杀勿论 ，meet to kill。来，夏雨乔，跟运动有关，运动有关，有关。这样的范围已经缩小了。他像女赛车手，女赛车手有一点接近。你往更粗暴的地方，更粗暴，请吻，更粗暴啊？那摔跤吗？像日本相扑摔跤那种。好，来告诉大家你的职业是什么？注意哦，不要跌倒哦，同学不要吓了一跳坐在地上哦，告诉你们。已经坐了。哦，已经坐了。对。安妮就不会。您是？拳击手。Are you sure? Sure. A boxer. OK. 你才17岁耶。17岁，高雄人是。哎呦，你有得过什么比赛吗？还是刚入行一天，然后就说拳击手吧？啊？去年的总统杯跟今年的全中运。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有参加是吧？有参加。不是啦，有得名吗？有得名。得第几？第一。冠军哦。你好。你学多久啦？哎，你们没，哎，你们不知道。哎呀，你敢在宪哥面前说拳击手？宪哥当年那个读大学也是那个三只手，哎。喂，他常偷东西。宪哥，你也是拳击的，拳击队，他以前是拳击队。哎呦，真的哦。不过你是单眼皮，很适合打拳击的。为什么？你打到比较不会看像有肿的样子。你有被打肿吗？有。被最严重是被扁。第一次去比赛，然后友谊赛打的就全部肿起来。友谊赛就打到肿起来。被男生。男生啊，那力道很大。哭啊，在家里偷哭。偷哭啊！那你父母亲会不会很担心你？因为一个女生刚开始会，现在不会。天哪，才17岁的女生，那你当时为什么入这一行？对啊，没事，女生被拐的，莫啦。啊，不求了。被拐的，很可爱。被拐的，害羞，很憨厚的感觉。我的300公里。好了，讲一下。没有，我之前有就是学运动的，然后教练都说我有那种料，啊，就把我。推荐上去，那个料，你有那个料啊，就是有潜力啦，哈，对，是不是学这个，听说都最后会练成胸肌啊？哎，对，胸部就会从软的比较硬的，比较硬，真的吗？你会不会后悔走上这条路？有一点，真的后悔。他整个变硬，你要注意是不是有乳癌的状况？这实在话，我跟你讲，乳你要自己检查，你油腕。人家那个是练的啦，对啊，油腕那边一直揉。不是啦，你好色哦！应该你们女生来教的，怎么教啊？好，那么经验才一年就拿了2冠军啊，好厉害哦！一天训练4小时，举重可以举80多磅，哇！真的吗？对啊，真的。哇，好恐怖哦，这次，而且家人很心疼。但是有没有就从此就啊不要一个女孩子，然后在那里练拳击？对啊，你会不会放弃？你觉得有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想放弃。啊，有啊，有机会啊，每天都有机会啊，想放弃。你现在都学了一年了。对啊。好，有没有交过交往的男朋友？嗯，已经分了。一定的嘛，对啊，打跑，你给他一点信心好不好？这是我提的，这是你提的，你提说要可爱，算你四项啊，很好啊，这样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非得要逼他动手，你要逼他出拳呢？对啊，跟你学拳赛有关吗？没有，学那个打拳，没有，个性不合吧？个性不合，你有开扁过他吗？有。你把他抱在怀里看看。哇，大哥好像感觉一下。他是什么？就两个人，然后在骑脚踏车，那一踩到他脚就抓起来就扁了。没有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是他外面偷吃？乱看。
乱看就被贬呐、啊！乱看是很正常的。鬼！好，那个宪哥，你有没有看到他讲乱看的时候那个表情？哇，他们演好狠哦！是因为男朋友乱看，然后就被贬了。那你怎么样贬他？哇，就这样子，疯了，有拳风哎，也太用力了吧！还有我维亚，有没有问题想发问的？问个比较专业一点，专业专业。你是不是第一次擦口红？这个问题我也想问。对啊，是不是都会把它化的妆？死胖子，化浓妆。对呀、啊，讲一下对不对？好可爱、哦。你总不能比赛全集化这样吧？会不会不习惯？对啊，对方应该就笑死了，直接笑他。哎，人家是冠军来给你们欺负的、啊，有对手笑到昏倒过吗？没有，你们真的不怕？哎，那打拳啊，不是得分吗？那要把他打死，就是打到死掉，还是没有？就是打哪里就是分手决斗？看起来你看那个走五项半的女生，我好害怕。你有没有怎么样把对方打死？你们教我一下，我好喜欢。喂，好了，打哪里分数？没有，我想要问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吃？在吃的时候有没有吃的比较特别？因为像相扑选手要吃很多那种，我们有那种要控制体重，控制体重，所以不能吃太多。哦，还有量级的，因为你一不小心上到上一级的尾巴，结果人家大你三公斤，你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所以他们要减重点，减到下一个量级里面很结实的去打才会赢。哦，对不对？你都帮他回答完了耶。对啊，我的以前前级队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旁边休息一下。哎，对对对，那你站上去，你不要把人家打昏了。一忘记你站上去，哦，开始了是吧？二号张子云是一位女拳击手，而且得过许多冠军奖杯，你相信吗？好，过起来，过起来，一起来看第三一位。哎呦，吓死人！这个雷克斯啊，一起欢迎 Lex。欢迎雷克斯，32岁，台北。哦，哇，还有。好文罗斯像的高腰也对，文质彬彬的耶。雷克斯穿这个样子，我想大家对他应该相当熟悉了。一个人一辈子多少都要用到一次，请问他很可能是什么行业？不要再乱猜了。哎，这样子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捡骨师。是没人吧？因为对死者尊敬，穿着西装笔挺。雨乔，雨乔，你先把大腿骨。喂，雨乔，相亲最多次的人。哦，就是相亲。你还在？你还会自己编呢？你还会帮制作都会编相亲最多次的人。雨乔，你知道吗？相亲最多次的人是一种很大的侮辱，你知道吗？请问你是什么样的人？我是特异功能者。你好，你好，那你有什么特异功能？讲出来听听看。就是藏衣社。开玩笑。特异功能者开玩笑啦。这位雷克斯先生，我一直很怀疑我来的时候怎么那么像藏衣社的人。这就是一个特异功能，合理，而且他专门负责火葬的部分，他可以用手放到火炉里面。哎，这个你讲到重点，所以他是一个不怕烫的人。真的吗？你天生不怕烫吗？对，我天生不怕烫。外表斯文的他，真的拥有这项特异功能吗？本周人不可貌相将为您推出人见人爱桃花源帅哥，22岁，175公分，58公分。是什么样的人让杨丞琳 fall in love 了呢？好帅，帅帅帅帅，好帅，好帅，好帅，真的好帅。怎么样？帅，还不错的，但是有女朋友了，恭喜您呢。没关系，再等3-4个月就好了。火葬的部分，他可以用手放到火炉里面。哎，这个你讲到重点，所以他是一个不怕烫的人。真的吗？你天生不怕烫吗？对，我天生不怕烫。为什么？什么时候发觉有这种状况？大概从国中的时候。哎，对，
怎么发现的？就看电视啊，看电视上面常常有人，这个表演一些特异功能啊，结果我就去尝试看看，哇，结果发现自己真的有这个能力。还好你有这个能力，不然的话你就模仿电视，不是被烫死了？对呀、啊，不能乱学的，因为这个叔叔有练过、啊，那你没有练就自然会了。对，哎呦，你听说曾经用铁棒烫你的舌头啊？是铁棒，铁棒哦，是吗？烧红的铁棒。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我看不出来你文质彬彬的外表下会做这个事，这样可以赚钱吗？我只想了解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兴趣吧，对兴趣。开会开会，怎么办？有人的兴趣是烧红铁棒放在舌头，哇，好玩，嘿，进去。不怕烫好奇怪哦。假日还约朋友来家里一起玩。他有表演呐、啊，那表演吞火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油溅到身体还烧起来。对。会烫吗？会烫哦。那你不是不怕烫，你又会烫？是这个特定某一些部位不怕烫。哦，表演的困扰是对牙齿跟胃不好，为什么？对，牙齿跟胃。因为常常在表演特异功能哦，而且是真的特异功能，那对身体的伤害都很大啊。我了解，他会吃一些怪怪的东西。对呀、啊，你吃过最烫的东西是什么？我吃过最烫的东西应该是烧红的铁棒跟烧红的火炭。那当然会伤牙齿跟胃咯，吃下去啊，一整根这样子哦，这样子。这位小姐，不然你吃一整根那样，好不好？弹一下就不错了。还会加点胡椒酱什么的。对呀，真是。烧红的炭有好几百度的高温呢，大概差不多700度。700度，天哪！那你真的吃吗？真的吃，我还是觉得你是礼仪师哦。而且现场都可以检查，因为一般社会上哦，在表演特异功能都有假的，乱哈拉的。对，乱哈拉的。哎呦，那可是我的是全部都真的。如果来的话，真的就要现场表演哦，别乱哈拉哦。雷克斯旁边等候。三号雷克斯是一位不怕烫的人，而且能够吃下烧红的炭火，你相信吗？这三位到底哪一位是假的呢？中奖王是假的，还是我们拳击高手是假的，还是这一位不怕烫的人是假的呢？5秒钟之后做选择，开始。观众朋友，从刚刚的访问中，你是不是能够察觉到一些蛛丝马迹了呢？这三位到底谁在说谎？请大家赶紧来猜猜看吧。好，马吉，你们觉得是？我觉得是一号。一号？为什么？中奖的人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特多在看因三个表情哦。啊，一号的目睭直直射去面顶，射去面顶。哦，有气运，眼神闪烁。伟伦，你的答案是一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，中汽车已经很难了，而且怎么会刚好今天又会来到这边，我就觉得很。所以一号 normal。我觉得他们两个讲错了。三号。骗人，怎么可能？对，那个什么烧红的铁棒，放嘴嘴早就烂掉了。对对对对，对啊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二号是真的啦，我感觉你们刚才摸它那种情绪，我觉得对、啊，一个女生就长这样应该是要练习几对了，就往那边发展。不啦，我啦，不啦，不是啦，就是对对，我能够。所以很显然，那一号妈妈看起来，一号妈妈看起来很幸运，就常常会得奖。所以我觉得，所以你的答案是一号是奖。喂，回到头来还是一号。好老半天吗？好好好，雨乔，你答。我觉得三号三号是假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真的不像是会把什么火啊什么弄到自己身上的人，而且他手应该都烂掉，可是他手那么白。而且大家都没有发觉他有破绽吗？哪里？他裤子破掉吗？他的西装，怎样？略大。这个无聊的破绽，什么破绽？对呀、啊。那跟特异功能有什么关系？你给我讲出来，你给我讲出来。好好好，西装略大跟特异功能有什么差？晴雯，你现在讲啊？没，不关我的事。你说啊？没了，快点找。晴雯，我也觉得是三号我刚跟雨乔西装略大，对，西装不是，我刚刚跟雨乔在商量，因为我们看他后面，他的手真的很嫩。那如果说他平常常常拿来烫东西什么的，怎么可能手这样细皮、啊？可不是烫烂了又脱一层皮啊？手很嫩，好，就是二号，大家都相信他是一个拳击手，而且把男朋友因为乱看看太久被贬，而且把男生打到哭出来了，而且本身还是太平公主。你要是该你出拳的时候 KO 是可忍，恕不可忍啊！来宾猜测的结果，一号跟三号几乎都相当可疑，答案到底是谁呢？
赶紧回棚内看看就知道了。到底是谁在骗人呢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揭晓。一号。加油！不是一号妈咪，好来来来来，注意了，我们来看看二号这位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把信哥打一顿。我跟你打干嘛打一顿啊？我们要看他穿很少的样子咯，好想看，好想看哦！厉害，大家看看他训练的样子。好，来开扁的时候，请看。哇！大家好，张子瑜，欢迎来看我们的比赛。张子云今年只有17岁，学习拳击只有一年多的时间。虽然学习时间不是很长，但是他已经获得了不少比赛的冠军了。今天张子云刚好有一场比赛，我们先来看一看他赛前暖身的准备工作吧。现在张子云正在努力地做挥拳的练习，为了一会儿的比赛做准备。我们赶快来看一看他比赛的情况如何。拳击比赛一共有三个回合，每回合2分钟，而输赢的判定有3种。第一种是对方倒地超过10秒钟就算落败，第二种是在同一回合倒地2次就算输了，而最后一种是将3回合的分数加起来，分数高的人就算获胜。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女主角，每一个挥拳的动作都扎扎实实地打在另外一位参赛者的身上。没有想到吧，女子拳击赛也是充满浓浓激战的气氛哦。好了，比赛结束了，究竟这场女子拳击赛最后的胜利者会是哪一位呢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紧来看一看。拿下冠军的张子云对自己打败对手有什么话要说呢？啊，比赛对手真的强，每出拳都好重。啊，这次的比赛我觉得很幸运的，希望下次还能跟更强的比赛。那我是张子云，谢谢大家来看我的比赛，谢谢。没错，她就是我们超犀利的女拳击手张子云。观众朋友们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她相当厉害呢？二号出场。子云，子云，哎，厉害厉害！哇，真的很平哎。没事，别乱摸。穿运动内衣哈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来来来，我们找一位啊，那哎，马吉小胖来，你来来。马吉小胖，耶耶耶，马吉弟弟，迪迦迪迦。哎哎，那这样戴眼镜会不会影响啊？啊。Yeah, 那 OK， 你才被冲杀的对不啦？你们好险！预备，切！然后快打！哦哦哦哦！耶耶！把头发毛！哦耶！在打肚子。你刚刚是用了几分力？你刚没有用力。刚没有用力啊。啊、真的吗？那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什么叫做出人命，好不好？哎，可是肚子太危险了啦！肚子会不会危险啊？小胖子打得怎样？好，他说打一二三，他会怕，小胖子会怕了。哎，哇，你给，对，你给，小心呢。哦
我跟你讲，我刚那一段，突然间你知道吗？嗯。我发觉你们俩有夫妻脸呢。哎啊！啊呀呀呀呀！恭喜两位在我家里面一拳定婚姻。那么两位呢？啊，即将我们这个小胖变成我们台湾女婿了。恭喜你啊！两位能够结合在一起呢，完全呢在画面上一朵仙粪插在牛花上，这什么组合？对，好，再次谢谢他们，也谢谢我们二号这位啊，真的是很棒，而且为国争光啊，还拿到这个冠军呢、啊，真不容易，好吧？是女英雄，女英雄，继续再接再厉。对了，对了，但是她还是眉宇之间有那种漂亮女生的感觉。对，我们刚才都开玩笑的，你一定会交到那男朋友。对了，对了，在下一段的节目中，不怕烫的雷克斯先生将为所有观众带来700度高温火炭的试验，你千万不能错过哟。Coming soon！ 大发现，郭富城的接班人出现啦！开始你对我望，两颗眼睛太有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。掌声鼓励一下！掌声鼓励一下！好酷哦！我已经爱上他了。哎呦，接着下来是他们雷克斯。大家有没有表演烤肉吗？现场就在烧炭，一氧化碳，真的是人不可貌相，直接就吸引了。大家一定觉得说啊，这是真的是假？我给你看嘛，啊，你看绝对真的是今天是假啊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炉火可不是假的，各位各位，烧起来有没有？好了，那你现在那张纸要拿到哪里去呢？哎呀哎呀，各位来，我们现在交给你了，好来表演。首先要表演的是什么？真的还假的？首先就表演这个吃火炭好了。等一等，等，这个炭火是烧红的炭火，对，烧红的炭火，怎么吃？摆到嘴里啊？对，吃火炭呢、啊？哎，有危险的话就不要了，小朋友你们千万在家里，观众千万不能模仿。哎呦，等，让镜头看一下，现在是火红的，它真的是一个烧红的。哎呦，真的吗？哇塞！哎，我们还把它吹红一点，什么心态啊？哎呦！你要吃了吗？加油！好替你紧张啊！各位，炭火，这是真正烧的700几度，伊要烧嘞！我听，我闻到焦味，我闻到焦味！我听，我闻到焦味！观众朋友们，这是危险动作，千万不能模仿哦！哎呀！掌声先帮他鼓励一下好了。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来一次。我刚不敢用手拿的原因是你知道吗？太烫了，很烫吗？没有，怕他口水啊。哎，夹碎，夹碎哦。非常的坚硬，对，像这个就是真的炭。哦，真的炭，哎呦。变粉碎，哎呦！你舌头现在可以给观众看一下，哎呦，厉害厉害！哎，接着下来还有啥？而一般江湖术士在外面表演的吞火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在此，我们将公开这一项惊人的秘密。外面市面上的火炭呢，就是这个马铃薯。马铃薯，好想吃哦。就是这个马铃薯，把它烧得黑黑的，把它放进去。好，放。但是拿出来的时候呢？它也是会红红的，吹的也是会红红的，可是温度那个薯条嘛，对，我们一个大概是30几度，另外一个是700多度，也就是说用马铃薯吼连线哥也可以吃哦。待会你就直接吃一个，我们普通人就可以吃，对，普通人就可以吃。来来，那阿雅你准备啊？那这个呢？对，你好，那这个马铃薯呢，要先把它晒干了之后吼，用火来烧一烧。那我这边有一个晒干的马铃薯，晒干的，没有把它全烧全黑的原因就是证明这中间是马铃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它烧的热热的。雷克斯现在为您示范的是最新的如何制作在家里制作薯老师啊，我手会烧呢，因为你这梯啊会导热呢，我中间出化晒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你可以一点手给他起掉。有啦有啦，那个摄影镜头可以给他一个特写哦，你看这个都是完全红红的，好像真的炭哦。而且你从炭火里面拿出来的时候，你还可以把它吹得更红，好，你看。有，好吃吗？对，还是可以把它吹红。那今天呢？哦，你看这一面整个都红了。好，对，就像一个火红的炭。老师啊，没有必要啦，没有没有，过去没有，不是我吃，是宪哥吃。没有，人家讲你遗失那也不是坏事，对不对？宪哥啊，那我们为了证明呢，这个火炭的温度有多高呢？好，宪哥，
男子汉吃一口献歌，男子汉吃一口献歌，英雄，男子汉献歌是英雄。好，这个在镜头前面呢，这个假炭完全是烧红了，这就是一般市面上所谓的石火炭素，就是用这个马铃薯，我们看它温度多高。哎呦，见鬼了，谁？喂喂，你不怕火？喂，没礼貌。没礼貌天王哎，怎么会烧？整个都会烧起来。好，那四月份要开演唱会。今天呢，为了证明它的温度很低呢，我们请宪哥吃好不好？直接丢到嘴巴里面哈，而且告别之作，这个事先完全没有排练过啊。如果我先对镜头录一段话，巨星张国荣陨落之后，又一巨星即将消失在荧光幕上，他。只为了吃一块烧红的马铃薯，哎呀，那林青总，你嘴巴直接张开不会有事情，真的吗？对，真的不会有事情。但是那个上面有火啦，对，烧的也很红哦，对，完全红红的，然后对，直接放进第二份。要不要配一碗白饭？烫不烫？哦哦，刚灌进去耳孔，喝不出来，我感觉。最重要的是这个。哦，我可超高啊！就直接吐出来就可以。最重要的是这一段呢，事先完全没有经过排练的哦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跟我们讲一下你的感觉啊？烫不烫？那种感觉是。是不是初恋的滋味？没有，是你的头啦啊！会有一种怎么讲呢？会想要添一碗白饭来配。这么好吃啊？没有烫到，哎呦！谦哥，你没有烫到？没有，没有。嘿嘿，你什么态度？你的女人？喂！哎呦，给他吃一颗真的烫，你怎么都烫黑了这样？好了，我们这个是告诉大家如何分辨呢，在外头看表演的时候那种真假，对不对？对，连我也可以做这个表演。老师啊，那接着下，不会把一个瓶子在这里告诉我们你都喝台湾啤酒了？下面雄青，还是说现在就在特别冲上去？接下来呢，再表演一样好了，再表演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要表演这个那个生吃玻璃。生吃玻璃好了，讲得那么随性。没有，你那个表演讲生吃玻璃那多难听啊，要取个名字。玻璃沙西米，沙西米，对，以后表演就说玻璃沙西米。对，首先呢，先证明这个玻璃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对，它是真的，我们都相信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敲出来，真的，好吧，是真的吧？嘿，对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它敲碎。啊！现在已经敲碎了，可以的，可以，对，敲碎了吗？那我们请这个小心，您拿一片，拿一片，多了两片价格，哎，这个，大片一点的，啊，大片一点的不好吧？对，太大了吧？那么大你这样吃啊？不会，这个很小了，对。你要不要热一热？热一热啊，就不要热，对，要体贴啊。难怪男朋友这么爱你。哎，你应该做个三明治啊，就是玻璃加碳加。不要啦，这样会死掉。怎么了？烫，很烫的。啊，你不是不怕烫？我才烤两下而已。哎呦！哎呀呦！好好吃的感觉哦。你干嘛那么开心呢？救命啊！对，这玻璃是可以吃的。你的感想就是这玻璃可以吃？那你有没有割破嘴过？曾经有，对。然后是不是要努力的漱口？天哪，哎，这玻璃这样吃，你真的，来，这里有水，这里。你喝什么啊？哎，你看人家吃，你自喝。喝水喝什么劲儿？看他这样子，我们会想喝水耶。一般坊间呢，他们就是假的特异功能者吼，他们用这个灯泡是用这个糖的玻璃，糖玻璃啊，假的。这个吃完了之后呢，他们继而会吃这个啤酒瓶。那我现在要示范一下吃这个啤酒瓶，这个可以吃吗？你也要来破解是不是？见鬼了，这个我们今天怎么七月份上了？
那这个啤酒瓶呢，就随便把它拿出一个啤酒瓶来，好，同样的，也是把它摆在嘴巴里面。这是假的。哎呦，这是假的吗？还是真的？是假的还是真的啦？怎么回答？你不要再品尝了。他吃的那么有 joy， 这是假的还是真的？那有不一样，这是巧克力口味。那这个呢？包括啤酒瓶跟玻璃呢，都有所谓的糖玻璃。糖玻璃。对。人家吃假的，你吃真啊？像一般在外面表演的呢，他们就直接用皮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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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入这个啤酒瓶里面啊，放入这个啤酒瓶里面，然后哦以假乱真，然后来吃，对，太厉害了，掌声再给他鼓励一下，雷克斯，你好厉害，厉害厉害的。